猴哥，真心换真心，真心。哎，我有个激活保安室的任务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你走开，你去保安室，我好像带刀，我跟踪者，我复仇，不是，你是什么？你他妈听到了是吧？你是什么？快说！我本，好，你坏坏，你不用说了，你坏坏，他一直贴我，我肯定要我有刀，我很怕没了呀。我就说了，我肯定有刀嘛。我说我挺好，他上来就问我什么什么，我不想跟他对，我就上来娱乐室。然后呢，我反正直接报警了，我刀的十八 Z，我就他一直贴着我，这是我刀的他啊，我刀的，这我认了，你们自己吃颗糖自己抿吧啊。就这么多信息了，我当着很多人面刀的啊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过。小藤子，那得猴哥说了，小橙子被禁言了，我跟耗子已经兑完身份了。然后七仔在那个保安室的任务，他说他有一个激活保安室的任务，那我也信你是好了。既然你能说出来这个任务这个点，但是我们三个啊，我们俩不知道七仔的身份，但七仔他知道我们俩的身份，就这么多。然后，哦，那我得分析一下了啊，已知参参能被狙。那么狙的人是谁呢？在我这里有两个人选：一，猪猪；二，阿萨克。过。OK，耗子，你不用猜我的话，我如果是坏坏的话，我肯定要拿你跟猴哥两个人直接把你俩身份爆出来了。我不会说耗子他是跟踪者，猴哥是复仇者的。好好。我是秃鹫啊，有没有人来认领一下？我是把真秃鹫啊，猴哥是复仇者，耗子是跟踪者，过。有没有好人带把这个秃鹫给刀了？那个，我这边全程啊，就是说刚出生的时候，然后是在一还条好上没面的给他过报，道，然后真到了是，娱乐室之后呢，我在娱乐室右真上是角兴那个位奋置的。待着，好吧。然后当时还有谁啊？不过他听错了吗？当还时是他在骗呢？左边切位的位置是猪猪，上面那个人是谁我不记得，反正猪猪一直在喊啊，谁靠近我刀谁，我跟谁靠近我刀谁，哎，他是这么说的，我这边过。猪公的发言，这把我铁好人猴哥，我跟你说，你信我，出去我给你报我的身份，这把出谁？出这个王爷。我当时在前位，我说谁来谁死。我跟你说，王爷本来鬼鬼祟祟的想接近我，听到我说这句话之后，他直接一个闪步往旁边一挪，跑到上面去贴着别人。他一开始肯定是对我想对我下手，但是被我吓跑了。这个王爷我就看出他不是好人了，这把我要出谁？出这个王爷。过。我听外置大脑的，我听猪猪的，但是我觉得王爷应该像个鹈鹕，因为他只有拿鹈鹕的时候对猪猪有一个那种很深的执着。然后七仔仔啊，反正我觉得王爷是鹈鹕，那七仔仔应该就是秃鹫了，其他没了。出王爷，过。遇事不决出王爷，好吧，咱们就出王爷。参参我也能知道我他是什么身份，为什么我不能拒他，对吧？他肯定是个正义使者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出王爷，过。行。我听那耗子出王爷，我刚刚是在右边，然后十八岁就一直跟他参参参参掉的跟个 BT 一样的。你死了，我觉得，那我听归票，我也过了。但是小橙子他是在苏苏说话的时候点的苏苏，但苏苏在我这儿是没有任何嫌疑的。我觉得王爷可出，我在猪猪公主的上面，王爷在右上角，右上角贴的是谁我没看清。然后苏苏是在娱乐室桌子的右边一点。右上一边一点的，而且苏苏是看见了苏苏刀人，住那个餐餐刀人的，我觉得王爷可出过。但是哇，为什么把这么难的事情交给我？但是我前面听下来，猪猪、苏苏、耗子、布布、娜娜全要出王爷，
说实话，我没听出来王爷有队友，然后王爷是在右上角，然后我是在井盖那边，当时我也在饭堂。小橙子为什么在叔叔发言的时候挂断？王爷肯定不是什么好牌。但如果反推，如果叔叔能认，那我反而觉得小橙子有没有可能？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小橙子是个坏？我盘不出来。最次都得是个鹈鹕。那你们看，要不投王爷，要不出啊？投小橙子。出啊！过了。出啊！出啊！小橙子干不出来装金鱼郎这种事儿。拉起小橙子加油！拉起小橙子加油！拉起小橙子加油！就紧张走了。小橙子干不出来装金鱼郎这种事儿的。是、啊、我。没。小橙子，拉起小橙子加油！那他都没管点叔叔。小橙子跟叔叔，叔叔那票应该是小橙子点的，是他挂的。嗯。下还有谁？完了，我们俩要死了。我回想一下，还有人。把这七奶奶嘎了。一口气把这七人嘎了，一口气嘎了，把这七人嘎了。把七宰着刀了，把七宰着刀了。好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不知道是谁刀的七宰着。行吧，然后我抱的是七宰着的尸体，拉奇也倒了。算了，我直接跳吧。我刀的拉奇，我刀的拉奇，反正。应该狼人也看到了，因为他视野比较大，所以我就跳了。我等一下我直接过吧。我是警长，过了过了，我把拉奇刀了，过了。你是警长？快快快快快！耗着鬼票，过。耗子龟吧，耗子龟吧，不会让了，我觉得都能龟啊。然后小橙子，你抱的是西仔仔，哇，倒了仨，还是耗子龟，龟布布马坏，怎么说，兄弟们，要不要龟布布呢？娜娜上一轮能保叔叔，小橙子也没有进来了，过后这一轮也没说叔叔上一轮可能进来音，说什么什么情况对吧？猴哥跟我在一起，上一轮第一轮。这个狼啊，这个坏题啊，还真有点难找。敏锐的直觉给我感觉步步把坏，步步聊不好我就投他挂他票了，过。你如果用这种概率打我，那我就不是很认。那如果说猴哥能铁认耗子的情况下，那我就出会娜娜。然后刚刚圈圈里我是看见小橙子，所以我能保小橙子是个好刀，他是精准朝着拉提去的，过了。我是工程师，虽然说在这个群里面大家都不觉得工程师是什么好牌啊，但是我的底牌是工程师。那布布你要出我的话，那我肯定就挂你。小橙子是被惊啊，那我不说了啊，我投布布了。不说了不说了，怎么有橙子应该是好的，耗子我能帮。那猪猪是啥呀？在我右加拿大左上角。猴哥你是不是刀了一个呀？猴哥我没有刀，那七仔的听岔劈了啊，那怎么死三个？布布刀了一个呗，布布刀了一个呗，吃了一个，然后他听塔皮了吗？有刀了，我靠，你怎么是锁匠呀？对，布布刀了一个，听塔皮了，本来是想吃的，但他吃完立刻就开刀了。老的嘛，七仔仔，我猴哥当时人都吓傻了，估计，因为我是个坏胚啊。你要在我前面的人都说都要出他，跟锁匠也没啥区别，能捞的呀。因为遇事不决出王爷，可以救人呐。遇事不决出王爷，没错。遇事不决出王爷，加一个步步把坏。哎，来吧，最后一把。哦，走走走，猴哥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哼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再把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你先。你什么身份？行，上把你给我先报的，我这把复仇者。你们在干嘛？
在做任务吗？你们复仇者来跟我走。你什么身份？我的天！挡不住！算了，等十秒，进去我们杆，你先杆。我的天！那是突兀叫啊！这个完了，突兀就死了。王爷猴哥为什么有尸体不报呢？然后他们把七仔的那个图救到了，我把书收到了，出不去了。我可能当错了，对不起。我大喊了一句阿萨基，我就给他刀了。书是我刀的，我报的，但是猴哥和王爷在尸体那不报警了。然后王那我复活的时候是参参哦，然后是猴哥拉着耗子去桥梁，耗子也没了。那我罗点两狼啊，猴哥王爷啊，双狼先出王爷啊，那个我可能刀错了，先出王爷啊，过。我一直在那个娱乐室下面电视那里啊，我其实我十八岁在我左边比较角角的地方我没太看到，但是他说的应该是可信的，因为我还听到苏苏跟他在那对话，但我的屏幕里没有他，过了。那出王爷，那就是说外置位这几张牌都是发生在你们那边的是吧？我能保的是小橙子。我问小橙子拉奇在哪儿，因为刚开始他俩在一块儿嘛，我进来以后就说了这个事情。投王爷那不分票过。也就是说王爷猴哥各刀了一个，完事儿十八开了一刀，那么死了四个人，也就是说。外置位有鹈鹕吃人的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那我弃票了，你们打我。我投王爷了。我跟十八亿在剑桥复活，直接往左边娱乐室去的时候，我看到猴哥跟耗子一起进了剑桥通讯间那个位置，然后王爷也跟着一起进去了。那他们两个必定为双狼，我先投王爷了，我不分票过。投王爷。仔仔真的把图救出是，哇！投王爷没问题，但是十八 Z 你是复仇者。哈哈哈！猴哥，你就是复仇者对吧？啊，耗的应该是警长或者是正义。对，我先走一步，加油！我去做任务去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小橙子，你什么身份？我还跟你什么身份？哦，原来你不会给我报身份的。他们应该会开任务，摁住摁死。哎呦，王拉奇还是个变形哎。有个变形。我抱的步的鸡腿投猴哥嘛，小橙子我认得挺好。王总有没有信息？那、直接挂票，直接挂票，不让他们说话，直接挂票啊！过。王拉奇变得我，讨厌了，王总没有信息。哎呀，没办法了，这个是随机的，我变了一个人。哎、没事儿，没有什么信息。哎呀，我这个要么就自尽，要么就狙一个，大家给个时间算一把行不行？我分析一波。那让你哎，我们也可以等一下，我们看猴哥算一把，如果他狙错了，我们投拉奇。已知，耗子他给我报了一个刀，那么十八 Z 是复仇者的话，那我们还有两张牌可以狙，一个就是好带。要么正义，要么警长，但是你们一定没刀。你们如果有刀，刚才就赶我们了，对吧？一定会往我身边贴。所以还剩一个加拿大。那么加拿大是谁呢？就是你，快乐灿灿。是小哥，快乐很帅了，猴哥太帅了，太帅了。怪了你，可惜是我，是我。那好，那都错了，都错了。那没事了，可惜，认罪伏法，认罪伏法。猴哥分析的还是很准的，猴哥还是很准的。灿灿，
那没事，我还以为要他让我组走了，我现在单打牌呢。我复仇从来没开过刀，真的。快乐小村子，好刀！我每次拿复仇都给他开刀就没了。快乐，必死也得开一刀出去。快乐饕餮，快乐饕餮。我把你们干掉了，警长。牛逼！好干，好干！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耶！嗯，在这猴哥对吧？醉心换醉心，夜换烟，茶换茶。好，你去上边，我去下边。我房子你要搞二楼。好，哎，你是什么？猴哥，你是什么？你先说。我是工程师。好，你专业。好，我是观鸟者。Old K。OK。主打一波信任。好吧，哇，有人关灯。哦，我去开灯。好。完了。王拉区，谁做的关灯？谁？哎呀！超能力！猴哥啊，不是！哎呀，我天哪！猴哥呀！这开灯这地方，猴哥！哎呀！哎呀，猴哥！嗯。我的发这一刀关了灯之后，我会拿我的耳机里面只有惠娜娜跟餐餐的声音，然后呢 我去找惠娜娜贴在了一起，然后惠娜娜当着我的面爆开了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那个人。我们这剩的职业都很猛啊，要不就是正义复仇黑夜刀法，要不就是隐身狼，都很猛啊。然后呢惠娜娜倒牌之后就给他我操，但是我没看到是谁刀的。然后呢餐餐当时说了一句啊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感觉就应该不像是餐餐刀的，因为他的那个反应给我不像是装的，然后倒了五张牌，我感觉我是个小丑，我感觉谁都可以出，我感觉除了餐餐都能出，其他的没有。我过了，可以。这样子吧，那个刺客狼你弃票，我给个信息，刺客狼弃票，刺客狼你先弃票，信我。然后猪猪是在挂机一直不说话，好吧，我隐身过来过去，他不害怕。居小橙子加拿大，小橙子他不是狼，他不怕，他也不是鹈鹕，也没吃猪猪。你居小橙子加拿大，漂亮，完哇，漂亮，完了，十八，你等着，哇，陌生，我隐身杀两个啊，太帅了。太爽了，接受不了。我和那个，我和拉奇两个人有同的想法去做关灯了。牛的牛的，牛的去干嘛呀？所以吧，我在。他说我在试你弹性，我在试你弹性的。牛的牛的，我不在电脑前。完了，没有录，没录下了。我太帅了，我没录下，太帅了。不。很烦，好帅，回头去上厕所了吧。牛的牛的，但是你今天那把鹈鹕被我狼人玩弄，怪我吧，我可没，我跟那里移动过。我没有啊，我怪的是十八，他真的很坏，我跟你说，他是真的坏。我咋了？我咋了？有可能不是他大家坏，他很坏，十八，他比较聪明。你这个步伐，嘿嘿，耗子都是。这本来就是嘛，那他也不是狼，他也没有都是坏的是吧？他说我是猪猪弹性，因为我还好，我刚不在，我刚进。他说黑天都不怕呀，你没看到那个吗？我会你看我突然出现在你俩旁边，他不怕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在试猪猪弹性，我去，去上了个厕。我操，干啥呢？哎，王总，问个问题，王总，四颗星星啊，你说，这个你们那皮套后边怎么都有那个背景啊？背景？
没有啊。啊，背景不是都有个那个背景吗？那啊，背景怎么弄啊？不是不是，就是桌面，我那个就是我的桌面而已。这桌面，但是桌面怎么没有那啥呢？怎么有？没有图标？有。耗子是鹈鹕啊，他叼了，他叼了步步步走了吗？耗子是鹈鹕啊，我直接就用拉铃了。我没注意看到他叼的是谁，但是我看到是谁和七仔仔走进来，然后耗子嘎了一个就往那个武器房跑了。哦，那个七仔仔反应我感觉挺好的，像好人啊。他说耗子鹈鹕，我直接就拍领了，叼了就跑。啊，出耗子，哼，你不是鹈，我是鹈鹕，你戏耍我吗？那我直接出你，出耗子，挂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我说了，我上来就和小橙子换了身份了。我说了，我是复仇，小橙子不信。真的是 OBS， 我说了我是复仇背景不就行了？哎啊，有道理啊！早不说呢，早说呀！我啊，直接点，直接点，不要给这个其他人任何机会啊！直接点，直接点过。我的天哪！王老王老吉王老吉啊，刺客狼，刺客狼啊，尿尿刺客狼，垃圾，尿尿刺客狼，为什么小橙子没被狙啊？保了小橙子，丢了素素呀，可能垃圾不想吃啥？不知道，素是啥？哦。你被验了，猪猪。猴哥，你什么身份？我被验了。嗯，有人投你一票，没发现？王总，王总，你是刺客大旗，刀王大旗。别呀、啊，真不是我。猪猪带刀了。别，求求了，别，我是悟空，哦，好、哦，哦，啊，这个灯。可以关灯了，猪猪。是挡刀，是没办法。关灯了，猪猪，关灯了，我还我真的不敢动。追我，我也不敢动。追我，我也很怕。关灯了，没敢动，猪猪。OK， 关灯是、哎，我发现这个关灯是我们刀战房的死穴。死穴，是的。关灯必双打。有了。10:30，好，溜了，好的，溜了吗？行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溜了。